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人用水壶生黄豆芽，今天呢，我也学着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下。这个黄豆是泡了一天一夜的黄豆，我也没有称，大概有200克吧。这是一个5升的水壶，这是今天的第二天，不，第一天。这是水壶，用水壶发豆芽第三天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长了一个小芽芽。这个是黄豆啊，已经到了第四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我们拿一个看一下。哦，还是个豆芽瓣啊，还得继续发。看一下，这个黄豆芽已经是第10天了啊。看到网上都说6天都能发好，我这第10天长得什么样呢？当当当当，打开看一下，啦啦，哎呦喂！看到啊，它并不是很深，可能是我没有弄好。这个豆芽呀，颜色怎么是这个颜色呢？我们扒一颗起来看。吃呢，这也能吃了啊。再来看一下这个水壶，用水壶养的啊，这个比它晚一天，看一下长的情况啊。这水壶养的只晚一天的时间，也长这么长了啊。颜色好像比这个好看一点啊，这个发乌，这个颜色看得鲜亮一些。